我不选他，我选你。下面要进行的投壶游戏，不知道在座的公子都会吗？玩过，不会。不会。我玩过。那既然大家都会的话，就从前面的公子先来吧。哎，都说了不会了，没事儿，输了也不丢人。前五名胜出者。 可以获得我们第一枚准备的男女吉服一套，体验特殊的婚礼流程。没有配对成功的人也没有关系，前面的人可以向后面的人提出邀请。现在游戏开始。好，这个安排真好。对啊，期待呀，是，挺期待的。嗯。 全场应该没有比我分数更高的人了吧？既然如此，我选择第一枚的上官姑娘，同我一起穿吉服。哇！啊，是上官小姐。等等。 莫非你也想选小雅？在这种场合寻思，不太好吧？我不选他，我选你。什么？同伴？服？别跑！没想到啊！说呢？什么意思啊？ 两位公子实力都很强，既然如此，咱们换个方式决胜负。